慢慢的走，小心点哦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步步为营，小心翼翼的走着。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但大致上还算顺利，很棒哦。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。最后的难关，宽一公尺的河道，对于小小身躯的小庞和詹姆斯而言，这就像是一道大。加油啊，小庞、詹姆斯！狂拉詹姆斯，要他跳过来，但是詹姆斯却抵死不从。就在这一刻。